Hit FM 100 Come Down 第一名。大家好，我是伊比田馥甄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让无人知晓这张专辑里面的无人知晓这首歌拿下 Hit FM 2020年度百首单曲的冠军，很开心。希望这一首情歌，有点困难的情歌，可以帮大家疏解感情上的不如意，然后也祝福大家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心。最后也祝福 Hit FM 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。不靠近，不走远，不定义上玩笑的暧昧。你说你是坏人，想